番茄学到结实累累，眼看就快要可以收成，一场大雨，成果全泡汤，农民越看越心酸。心酸，心酸，是安怎讲？都无去啊，免了。嘿，灾害都安尼。对啊，嘿，无多。是，天做大了，无多了。 有的番茄已经油绿转红，如今泡在水里，加上太阳照射，变成烂番茄。南瓜田也是损失惨重。伊这规区拢哩个哦。嘿。嘿。啊，边要紧还是要紧改建？啊，结果即马拢无看，怎样要看？啊，今下无看呀。是，我淹水应该对。你看淹到这条，这对，都会超超到这。规拢浸掉嘞，啊，规个拢大路尾，本来明仔载要卡，我是无法度啊，我看拢超好势呀。 牵着单车，损残最甜，还真的变成水池。嘉义花生农也忙着抢收，能救多少算多少。如果一斤50块，就剩下35块嘛。一分地来讲，那是譬如讲，会当收5万块来讲，就剩3万，剩3万块。 高地灾情传出，农委会农损统计持续向上攀升，一场大雨淹掉农民一年心力。记者云林嘉义综合报道。